那边只是二 D 的话，这样互动不起来。次元已经不一样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来了？哈，怎么了？毛？嗯，都是的。嗨。我吓到喷泪了，我刚刚，等一下，我有点喘，喘什么啦？我刚刚直接叫到爆音，魔王害的啦，魔王害的，怪他，怪他，他吓到我了。哦，好，那你要吃章鱼烧吗？不要啦，你把魔界的食物全部都拿走好吗？昨天有研发新的食物的耶，叫米血糕。要太对啊，要太那是什么血？你老实告诉我没关系，我不会生气。告诉老师说熊熊，告诉老师说熊熊，快告诉老师说熊熊。昨天他们不是流了一堆血？你是要再把那个做成米血糕拿给我吃的意思吗？你要吃吗？我当然不要了，哪有啦？问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。你都已经跟我讲那怎么做的，你还问我说哦，你要吃吗？所以我才说一开始就不要问那是怎么做的嘛，这样你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要啦，我会哭，我会哭，我会哭。那我再去给枣子好了。你拿给枣子院长吃的时候，你记得等他塞到嘴巴里再跟他讲那个是人写作的，然后你再跟我讲他的反应，一定很有趣。你是天使吗？天使长跟魔王对话，真的现在在直播中，你还在播，在用时间轴播放中。对，刚刚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对对对，刚刚那个邪恶的计划不是我讲的。枣子如果之后真的吃到出什么问题的话，也不是迪鲁的错。比恶魔还恶魔的天使，真的。哇塞，没有啊，没有啦，迪鲁才不会这么做呢，天使长才不会这么坏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棒！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。哎，哇！吓一跳，刚才吓到我了。Trick or treat Halloween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哎。Trick or Halloween， 没事，只是下来讲一下。嗨，布克写得很棒啊！我刚刚吓到手不控制机直接喷出去。Oh my god， 怎么飞出去的？这样太危险了，飞太远。棒！哎，我们的迪路也在开台耶，哎，电视上也在开台。我来看看他在干嘛。什么东西？他等下讲什么？我们要去找天使长打声招呼吗？我们就偷偷的去。他还没有听到我声音。等一下，可以给你们看东西呢。等一下可以给你们看东西呢。Hello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掉出来。等一下，不要再吓到别人了。先捂住你的嘴巴。嗨，看到你也在开台，你在干嘛？哎呀，你在干嘛？你也在开台吗？对，这次我有先捂住他的嘴巴了，应该没有那么大声了吧？这次喵台有学乖，我还是吓到。我还离开了，就是来这边看一下你们天使长在做什么。拜拜魔王，拜拜。你们就快要看到迪路台的新背景晚安房了。那准备揭晓了吗？这是长的圣光，对啊，你们都感受到了吗？这就是被天界进化的感觉。我觉得可以拜托了天使长大人。我就看到了真理。大家今天都很棒，跟了三小时的迪路台，你们都是我重要的天界的子民，你们都是忠诚的小天使们，你们都很棒。你们现在看到迪路的背景一直飘出迪路的头，并不是幻觉，那是你的内心状态。
对，这也不是特效，你会看到礼物在飘是什么，代表你们现在也已经是天界的一份子，已经被天界洗礼了，你们现在已经受到了天界的庇护。你们是天界的信徒，所以你们看得到这些云啊，这些雾啊，这些在飘的礼物的头，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代表你离真理还有巧克力蛋糕，代表你们离这些美好的事物更近了。对，没有错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不是邪教什么的，是邪教巧克力蛋糕，没有错。你们看到这个画面，代表你们离美好的事物更近了，包含巧克力蛋糕。哦，我真的好爱巧克力蛋糕，这个绝对不能只有我看到，我要到处宣扬基督教。可以可以，尽量宣扬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云这个雾，大家都有权利可以离巧克力蛋糕，不是，可以离美好的事物更近。晚安，我亲爱的小天使们，祝你们有个好梦。哎，不对啊，可是好像看到这个背景，应该不会有好梦。哎，等一下。你才带人过来，你是大小恶魔过来的吗？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神圣的洗礼仪式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刚在棺材里就要喊，闭嘴，没有人叫你喊，捂住你的嘴巴。等一下，口水流出来了，干我的手，恶心，看我吸味，呀、yeah, ，我的手，我摸到你的手黏黏湿湿的，要我帮你舔掉，不是，要我帮你擦掉。Oh my god！ 对不起，我已经被魔王吓了八次了，我刚才叫到口水喷出来，喷到魔王的手上了。我在尖叫的时候，你自己要把手伸过来捂我的嘴了，口水就不小心喷到他手上，没有太对不起。这几天都辛苦迪路了，也辛苦大家前两天来摊位上看我们，谢谢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今天真的在念西达收到的卡片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很暖，这个暖烘烘的感觉，真的很谢谢你们。有你们这样的一群小天使支持，我真的觉得太棒了，有你们真好。突然感性起来了，结果变成 BGM 是这种不三不四的东西。